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，希望你们今天充满着满满的回忆，然后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你会再回想起今天这个画面，今天我们一起唱过的歌，今天我们一起笑，然后一起珍惜这个夜晚，然后看看你旁边的人，看看台上的这些人，不知道下一次可以聚在这里是什么时候了。我很珍惜这一次可以一起玩音乐的这个时刻，急功片语，很珍惜今天你们在场的各位，珍惜在你们身后的这些制作团队，在侧台的制作团队。哎呀，时光就是这样，像河一样，会来也会走，没有一刻是停止的，没有停止的是生命，没有停止的是爱，没有停止的是梦想。今天在这里这个夜晚，谢谢有你们买票支持我们，这对我们来讲意义很重大，可以支撑我们往下一个阶段迈进。接着要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希望如果你会唱，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表演，请你放在心上，请你分享给你的朋友。再一次为大家最后一次介绍键盘手张元、和声冠宇、吉他手小乐、贝斯手哈莎、鼓手小潘，我是主唱。今天大多数的歌都是我写的，除了那首《遥远的天空底下》是翻唱以外，都是我的作品。谢谢你们喜欢它，谢谢你们珍惜它，谢谢你们的耳朵。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，《陌生的瞳孔探险》。Thank you.
谢谢。你们一起合照好吗？